了他来了，他带着他的唾液来了。你说我七姐给你安排小哥哥，你怎么啥都没准备？来不及嘛，好了好了，你赶紧化妆啊！来化妆吧。你要什么粉底液帮我画？我油性皮肤行吗？等下不会脱妆吧？我你还不相信吗？这个是天使之眼持色粉底液，它是油皮抗氧化，妆面十小时不暗沉，十二小时巨持妆，防水、防汗、防转移。你今天回去睡觉不卸妆，明天起来都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你别闹了。而且不添加香精和防腐剂，可以把你这张细嫩的小脸画得美死。爱你不是两三天，每天却想你很好了，画好了。如果一天不好好表现，不脱单的话，我们就绝交。你叫什么？叫我维恩就好。喜欢什么类型的小姐姐？乖巧一点，可爱一点的。喂，你好。如果你是我男朋友的话，有别的女生想吃你的冰淇淋怎么办？哦，我不使换算，应该碰不到那个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想成为你的盖世大英雄。你洗澡的时候会唱歌吗？不会唱歌，但我会蹦迪。蹦迪哦，蹦迪。最近就是电影院快开业了，这第一场电影打算是跟谁去看？想跟你去看呀。好，你觉得刚刚小哥哥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那要不要见呢？算了，回家吃饭吧。那还是要见一下。希望他也喜欢我。这个愿望有点大，但是能不能实现得看你自己喽。一个小鸭子，然后再让他去找他吧。爱你不是两三天，每天却想你很多。平常性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玩玩，该吃吃，这样。主要是不往心情搁。嗯，差不多，是吧？你就别去找女朋友了，那边有吃的，我们过去吃吃吧，哈，先回家吧。我在想这个男的找人选。那位女生哎，她好像。爱你不是两三天，每天却想你很多遍，还不习惯。我觉得你眼睛很漂亮。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？日料吧，比较不胖，别的会胖。我其实都还好，我是那种我说出来可能会被打，就是我是吃不胖的那种。你们有前任吗？有。有几个前任？怎么？你说你为什么把话筒抛给他？我只有一个前任。只有一个前任？那我没有。或者说前任来问你借钱，你会借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前任。我不管，现在你有。那我也不会借，稍一点给他。稍一点。来，男生有这个情况出现的话，我肯定第一时间会跟女朋友沟通，会说你看怎么样。如果女朋友会介意不介的话，那就肯定是不介。对，如果有十颗星，你给桃子打几颗？8.5分，因为我觉得人没有完美，但是我看到她是说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腿又长，对，温柔，对，这样子。会享受被管着的一种感觉吗？被管着。那得看这个人怎么样一个管法，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合适的感觉其实很重要。打9分，就外表什么都是我的理想型，那腼腆，腼腆，那比较老实，不像那种油头滑脑的人。你愿意跟他继续了解下去吗？愿意。好，你刚刚给我打几分？我挺高的，你先说。我8.5。那我比你高，我9分。哦好，来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游戏环节，玩的是心有灵犀，6个字，加油吧，加油吧 ，Oligay，Oligay， 啊对，妈妈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的好大儿子，什么？妈妈的好大儿子，妈妈与儿子，妈妈什么儿子？妈妈什么儿子？是妈妈的儿子，妈妈生的儿子，妈妈是儿子。的儿子，第一儿子，的士，哎，这叫什么？妈妈天生的儿子。好大儿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因为桃子没有猜出来，所以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哦。在上面跳五下，怎么样？不行。1个2个3个4个5个。爽。如果你想跟对方继续发展的话，就转身。3、2、1。爱你不是两三天，每天却想你。